来讲爱妃属土精灵，那阿玲半年梦里明在哪里嘞？哦，姑母，我情感受关，尊你各花红，一个就会找波浪，未来各地。姑母，你身为一国主母，不能如此激烈。你为着爱妃之事，你既然用心心机，想要来陷害了他，论罪你就该死啊！姑母，过去过几场，我会做袂做，感觉你袂了解，为何突然中间会变成一个小孩子，我完全嘛袂了解。爱死啦，爱死啦！我突然讲到，姑母，你啥物事？是这样，我哩太贵，什么道理？啊！是木雕出阵，起来啦！起来！Thank you.
六三，伊虽然是伊个环境的小害徒，但为何洪兄竟然发现这个高强大汉？南苏汉在后宫出现，究竟是怎样？苏汉，等我一下哈。阿罗山以后小心劈骨花，小心劈骨。所以，你叫我当一时啊大人，一时啊变小孩大。跟你同款嘛，你咪当细车，你咪当大车。我这是特色。原来如此哦，那安尼我想明白，人伫咧讲有法变有破，敢讲那么破解自幻呐？有啊，都咧骂我。看要破解吼，要破伊个小心劈骨花，你要甲破流水。就会脱回原形啊！上边上边上边那一种的嘉宾讲破冰水，是啊，伊就连见识伊关内的肉体，对啊，这么厉害呀、啊！是啊，那你我需要恁跟我斗三工，对我回转来去。哦，没问题。你无要起来？啊，你先吃，我就跟你听。听，咱来去。